他女儿也好美啊。小 S 大女儿 Ali 许希文今年申请上南加州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，小 S 当时就表示会陪 Ali 去美国安顿生活。近日母女俩真的被网友在美国捕捉到了，女儿也好美啊。小 S 和麦克徐亚军一起送女儿 Ali 到美国上学，更有网友开心分享南加州大学开学第一天就遇到小 S 开心合照，直呼本人超美，人也超好。开学前现身美国大卖场也被拍到推车满满的日常用品，站姿不愧是国际巨星啊。只是小 S 穿搭让网友笑说，这条纹衣都不会坏吗？十年如一日爱同款衣。而这次行程，小 S 先前透露，因工作关系，预计陪伴女儿10天，同时也希望女儿可以学习独立。